哎，这么有颗樱桃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摘樱桃。你好，樱桃。这个 farm 里面，因为吃是不用付钱的，所以你能吃多少吃多少。但如果你想摘了然后带回家的话，出去的话是要按重量来收钱的。所以我今天的目标就是我一颗都不带走，我白嫖。Cherry picking， 那我们来玩那个看你的嘴里究竟能放多少个樱桃吧。你在干嘛？要不试一下这个？我已经试了多少个了？樱桃 fact， 有一种说法，为什么叫樱桃？是因为黄梨特别喜欢吃，所以叫梨桃。有一种说法说，为什么樱桃叫樱桃？是因为黄莺特别喜欢吃这个种水果，所以它就变成了樱桃。像美洲的樱桃需要长时间的日晒，这样它的甜度才会高，所以美国的加州、加拿大的温哥华还有智利都是车厘子的产地。双胞胎，双胞胎，来，cherry， 所以广东话车厘子应该会怎么说呢？车厘子，车厘子，切切，干什么呢？浪费。对对对，你别把那个地上捡起来的给我。不是，新的。这个还没说完呢。大家好，今天让我们来摘樱桃。再来。你不要把地上的捡起来给我吗？Hi everyone, let's try some cherry. 你在看？你嘴，我就可以。你嘴太小了，你。换人。让我们换一下。让我们试一下樱桃。哎，我樱桃呢？这也太搞笑了，樱桃田训练生。我也把你照得太丑了一点，这张好看。猴子爬杆。Thank you。摘完了，吃个热狗，准备回家。太累了，这个活动又要早起，又要爬杆。两周以后再来吗？但是，就我最想吃的那个。品种他们竟然还没有熟，现在他们这儿的热狗都是这样子给的，就直接给你包好了，直接也没有接触，放在袋子里给你，感觉体验还是不错的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尝试一下。